铜鎏金绿度母像。绿度母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度母梵名 Terra， 全称圣救度佛母，中国古代称多罗菩萨、多罗观音。度母有许多不同的化现，包括有21度母、500度母等等，皆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。而绿度母为所有度母之主尊，总摄其余20尊化身之所有功德。它能救八种苦难，如火难、尸难、象难、蛇难、水难、牢狱难、贼难、非人难，因此又称为救八难度母。同时还能把称为五毒的人类行为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中的疑转成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有护持妇女幼儿的功德。绿度母造像为菩萨装，在画像或唐卡中全身呈翠绿色，是藏传佛教的事业部之色，亦即不空成就佛之身色。一面二臂，面容姣好，身材纤细，美貌绝伦，头戴宝冠，其形象华贵美丽，慈祥庄严。绿度母坐菩萨坐于莲花月轮上，双脚屈左展右，左腿单坐，右腿向下舒展并踏在莲花上，表示随时准备起身救度苦难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及时欣赏到我每天发布的精美古董。您喜欢什么样的古董？也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。谢谢。